即摆来谈第十五章。主啊，主啊，水灵出不由何？水灵出不由何？何莫有书得呀？何莫有书得呀？啊，这是空性灵讲的，这个一章。空性灵是刚才的感叹。感叹咱世间人，咱袂晓来求道来学道。伊讲水灵出不由何，恁大家要出去，都会晓对门何出去啦。哦，哪会袂何莫有出道呀？是讲哪会袂对这道来行呢？啊，因为迄个时阵的人，求道的人本来足少，所以控制咱的感叹也是真来滴。哦。所以经章一章的迄个章节，孔子感叹世以后都不能以正道行事。哦，孔子感叹咱世间人差不多哦，拢无以正道来行事。实际上，有迄个叫做啥？以前做咱的古书一部地理，因为咱不无结，不无结，所以咱叫不白。哦，来吃，人讲去病区也无用的。哦，来到国家，大家细汉唔知影，你若大汉，大家知影了后，就大家拢来袂好个。这是做每一个人拢是安尼。除了伊，就真正在学个人，求道、学道、行道个人，伊才会去学别个出身。那这样，咱的前途，咱的前程，大家鼓励，咱来惯性惯欢。同时，我啊要前考的时阵，考这本书难考。你以前，咱这大单的以前是好天人头前，今卖袂使。哦，头前是头，爱是先天。因为我汉呢，较早就是作贫寒，作善。真正作善，善到无当讲话善，啊，足认真拍拼，啊，所以讲今日就安尼甲好学经验。即摆人未使只偷钱，嘿，未使偷钱无惊，偷钱啊会先天。所以人若叫你去做啥货，你拢未使讲无用啊。银行签到了后，你拢未使讲无用，哦，你一定爱答应讲好。所以就甲你做平常事，啊！但若顶面交代讲要错去，伊甲你讲顺，袂使讲不顺，啊！所以我汉呢，即句话较早个，所以我就感觉讲足感谢迄个古典文书，啊！所以即种个设备，本章是超凡之前一个比例，迄个姊妹，咱若讲平古典。咱无法度人超凡入圣，咱落伫遮已经是凡夫凡天啦，凡夫啦。哦，实在讲，要真正修行，要真正好位，咱伫遮到底都唔得出。哦，我都讲过，哦，新娘你太太，但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是好个，哦，啊，你坐等上天未得出。就你就是咁样啦，哦，现在是好个。咱到顶先天袂得用啊，哦，所以咱就得爱，伫遮哦，讲较歹听来讲，爱拼尽咱的力量，哦，用尽咱的功夫，哦，来会当哦，有师道呀，有一条路来行。所以孔子呢，用水灵不由何来经来示世人，都应该遵循正道。哦，孔子呢，答一句话。讲水灵出不由何哦，来示咱世间人，乃至是咱世间人应该遵守正道，唔通离开了正道。离开了正道，就是讲呢，咱的点灯师，咱的引波师拢无吃亏，是咱家己吃亏，咱唔修咱唔做，是咱家己吃亏，这一点注意。在困
家咧坐，咱嘛爱甲想啊，吼、哦。那公主你因轮椅来，就蛮难讲。滚鸡将一言不如你，放言笑你，滚主难以在。别人做伙，足少人咧讲言甲言，拢足少人咧讲义。哦，所以伊即句话就甲你鼓励讲，哦，未使即，虽是讲大家咧讲笑，未使即讲无下义哩个。哦，然后放言笑语，拢未使做笑语个代志，一定爱从自家讲来即个。哦，爱有师德要来行。啊、哦，《论语》呢，哈几篇，孔子在讲啊。啊、哦，《论语》哈几篇，孔子在讲。先农之德，孝带有之。啊、哦，先农之德，不论大，不论小，一定爱照着先农之德来行。明主真心篇嘛，安讲。哦，将心如是，而不知其道者将也。真心篇，迄无几集，伫上篇内面讲，伊讲行之而不度也，失之而不察也。将心如是，而不知其道者将也。行之而不度也，咱安尼家己安尼行，是安怎哦？哦，咱心袂欢喜，走袂出来，失之而不察也，失之而不察也。安尼行，安尼一来做，啊，咱有在反省无？有在斟酌咱行这条路对唔对无？无啦。讲将心如是，不知其道者将也。就出世甲归方去，拢照安尼行，拢照安尼行，拢无迄个较注意哦。唔知影这条路行了对唔对？伊讲也是姊妹哦，真心将孔子在讲。足侪是安尼，足侪是安尼，所以真心讲呢，就是咧讲真心的代志，啊、哦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咱了解。孔子明尊拢认为真是人之所共有啊，也是人应该共同遵循的啊。孔子甲明子在边啊讲，明子呢，明子的一篇。明子记鸟文，鸟语迄阵明子已经老啊。那么先呢，伊老人讲的，伊话甲徛在伊个头前。有当时我去头妈咧甲想，真足甲看他两件事。明子去记鸟文，鸟语就是讲理。啊，明子呢讲，你若讲理一定对了，你若讲理，你个国家一定爱，爱公义。所以义理之篇就是伫明子头仔篇、梁上篇啊，哦，迄明子即梁上篇啊讲，讲梁上话，数不万千里以来，将有义无国。你老人家伫祖国行遮远，行来到我遮，你是摕啥物礼物来给我呢？嗯、明子答讲：王国，王何必管理？王法，何以无国？大有法，何以无家？事事人法，何以无身？上下交争以治国无义。嗯，你国王就讲何以无国？大夫讲何以无家？哦，事事人法，何以无身？啊，上下下到咧交争以，你这个国家就危险啦。哦，还是真歹。咱今仔日是学到，嘛是爱辨别。义甲礼三较重要，所以明子伫这篇内面在重讲义。孔子重讲德、讲智，仁就是德，那仁就是德，啊义就是德，有德一定爱有德。所以咱得德了后，咱一定爱行公立德，后日上条好路。有德无德。心难安，有德也无德，哦，难超生死。所以道甲德两项一定要平衡，得到道了后，经过先人的教育，经过经典甲咱提示，咱一定要道落德，这上重要，哦，这上重要。哦，真心将迄哪讲，
终身犹记不知伊多只将命，足济安尼，一世人安尼做也袂晓啊，来对刀来行来行，这是足济啊。哦，所以孔子、孟子拢认为真是人之所重。孔子甲孟子呢，认为讲这刀是咱每一人拢应该听，也就是人应该共同遵循啊，嘛是咱人应该遵循这条路来行。伊是一条平坦正直、通达安稳的道路。其实修道啊，介简单啊！哦，这条路是平坦正直，你只要不违背良心去做，哦，人讲存好心、做好事、讲好话，啊，这哪有什么困难呢？但是咱也是今晚拢也是咧讲困难，咱到后生代是咱袂当去，所以这条。就是通达真安稳的一个道路，伊是悠然自得，只沿着伊的方向，必有空中的大道。哦，这个就悠然一出来，有得啊，悠然一出来啊，你这条路来行，沿着伊的方向，必有空中的道路。处处农民做什么代志，拢爱做功小功。我做这个有影响别人无？我做这个有影响社会无？我做安尼去，哦，非洲了就国家无？一条都是空中的大道啊！所以既然若无安尼做出来就是敌。所以民主在讲，恶之恶在人心啊！哦，我大，基就是大，哦，什么会袂使？就是钱。路无在意思啊！我咧行的路，什么话袂使做？哦，就是无合德的物件袂使做。基因有美，大人之所必。咱若当基因有美，大人的代志就是安尼尔。哦，人一得一为是大啊，大人的代志就是安尼尔。所以人生中那个讲一万，人人之安体。以人之正路，控安体之基，下正路而不由哉哉。你真心将，真拢爱真心。到尾来讲到，到尾来控制，啊，这民主结论是真心将内面来来讲啊。人人之安体，你若处事拢有情的存在，咱拢为情有情的做事做甚物，拢有情的存在。这件事带来足平安，绝对未发生什么代志，嘛未伤及，嘛未灾难。语言是正路，语就是咱人应该行一条正正当当的路。哦，咱若真正在行路，拢合理去行，做代志拢有得，这个代志。不过咱也是想要来到这，拢去乱去啊啦。控安体有机，下降落而不由哀哉。明主才讲啊，咱一间足好的厝，足大咧足平安的厝，咱不大。哦，啊，这条路行咧足安全的路，咱不行。哦，下降落而不由哀哉，可怜啊！明主的慨叹，慨叹正如孔子的慨叹，明主的感叹。啊，要孔子的感情拢相像，只是孔子讲得较简单，而较含蓄，吼、哦，较有安尼好看的。孔圣人讲得足简单，吼、哦，也无甲人讲得，啊、哦，足白安尼对啦。孟子呢，讲得比较详细，而且较明了。孟子呢，到尾也是讲较详细，还佫较明了。哦，而且语气、心情更加沉静啊！伊讲话会轻对口，啊，甲讲话真正真形，讲得较沉静啊！伊来到遮，哪是一个深深的感叹？感叹讲咱世间人，吼、哦，控安体就低，下贱路而不由哀哉，可怜啊！真正可怜。姊妹，咱读一章，我
即个印证，印证真济，互咱听。啊，咱好好啊去甲体会，饭爱食，食爱谈，行会使无收。尤其咱这样人啊，行会使无收。粮食，免离开这个世间，唔知啊。粮食一口气唔来，咱唔知。啊，人讲天有不测风云，啊，自有旦夕祸福。啊，所以。咱一定系好啊！各位啊，过来做文章，祝愿，祝愿，吉祥文吉祥，吉祥文吉祥，文祥吉吉顺，文祥吉吉顺，文吉彬彬，文吉彬彬，天和君主，天和君主，啊，这是空性的讲，吉就是咱本来。物先苦来的这个质，这个体，啊，这个体若无透过这个道学，啊，这个文化来给咱熏陶的话，啊，咱就会亲像这个无文化的人的影子，无识道的人，啊，无了解道理的人，人讲土话语。那么文献知识书。捌上济，啊，拢唔落实，落去修，变成一个足够暗藏是非，啊，安尼呢，就变成一个吼，上、哦、有文化，啊，但是无真正是济人啊。文质彬彬，文甲质两项，拢无足正足彬彬足正常，安尼搭讲就是文主，安尼是文主。这是空性人，叫咱乃至世间已经道中，一定爱文质彬彬。哦，咱捌足侪道理，爱落实去做。咱个人捌足侪道理，无落实去做，变成一个俗人，就是讲一个足够暗藏的人啊。一咱若听到道理后唔合，调节压力就差不多啦。哦，所以咱后日无讲也无得，未转去就足济困难，所以甚至到这世间就足济考题啊！哦，一种是空性的，凡论钱必须论就变量，才会当成一个分子。哦，所以修行学道一定要透过行道，无透过行道，绝对即障。即张粗鲁鲁的一个体，未当变成一个足顽固、文质彬彬的一个君子，咱一定要了解。即家人之内在本性之一体，啊，这个质就是苦有先苦来这个体，这个体本性的这个体。外文是外在的文识光彩，文呢就是伫外口理解。装，该穿的足水，该化妆的足水，哦，互你这个外表足好看，如言如仪表，这两者必须互相调节，哦，就是讲咱的言辞，甲咱的仪表这两项，必须要互相调节。你的言辞好，嘛，你的人爱出力加入来，哦，哎，不能一有一无。绝对袂使甲人言辞无仪表，哦，啊是即个敢若有仪表无言辞，即个拢袂使，爱互相调和，袂使一步一步，行过多行过少，爱每一项较侪，啊每一项较少，否则就不能成为文质彬彬、表里上清的君子。安咱若无安尼呢，咱就无法度。成为一个文质彬彬，一表甲里外表甲内心，无论两项配合无好势，一个文质。孔子用雅字来说明即性文质雅，啊，即性文即缺陷。孔子呢用即雅的即个字来说明即性文的即个缺陷。本来高雅叫做雅。因为居住野外的人叫做野人，
亲像山野天野的鸟语般的舞，他们也不莫不识别，因较早的时阵，较早的时阵住伫外口，吼、哦，无接受着这个文化的熏陶，所以伊就唔爱字，伊就唔爱字，哦，无受过教育的洗礼，无受过教育的洗礼，文化是虚空的，所以。伊只有十分急迫的本性，啊，而不懂了，不懂了修行的元素。伊敢若拖人拖拖安尼尔，但是伊无了解讲，迄、那个拖有哪会当是乎正作文啊？哦，唔爱讲修行元素的目标，讲求化咧，伊就结烦恼的理论。啊，迄个，伊未晓讲究，伊哦讲究华丽的仪度，爱烦恼离魂啊，离魂。所以你去常年厌其偏功啊，经义不中内为之业。啊，孔夫子的啊，伫个厌其偏，伫个厌其偏安尼讲，经义不中内为之业，经爱中内。咱先来讲，但咱叫咱学足中，因为咱足中是经，啊，但是迄个行动若无合，啊，人爱讲，迄个门户佮拢唔办，哦，只有内在积福的静心，足表现得有合理，你们里面显得哦疲劳，只有内面积福的这个静心。啊，表面伫外口无啊，嗯，哦，所以呢，就显得较疲倦、劳加粗鲁。孔子认为，一个受过教育、文化熏陶的人，应该讲究礼物，应该讲究礼物。兄弟姊妹，所以咱求道得到了后，第一个步骤，咱来讲来学礼。予咱每一个道亲真正了解这个礼重要，礼重要，所以咱爱求到了，咱的新道亲爱求伊来行礼，哦，所以呢，应该爱讲究这礼文。三代以求条的礼文最完善，三代呢以求条的这个礼文最完毕，所以孔子常说。曲曲何门在我上州，孔子伊来讲啊，周朝伊这礼文呢最完备，所以伊在讲这个礼呢，周朝的礼曲曲吼，迄个就是讲哦，真高真完善啊，一门在的这个哦文礼，所以伊照周朝的礼文来教育下的姊妹。孔子又用诗词来说明文献七的缺陷。孔子用这个诗词来说明这个文献七的这个缺陷。本来古代啊、哦，文官关系历史的文化啊、哦，本来古代的这个文官呢啊、哦，有关的这个历史的文化，对历史的文化相当有研究。啊，所以因个一举一动，大家拢甲看啊足详细，哦，影响了天下后世，至秋千。因个一举一动影响着了天下后世，至秋千古将。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道中个兄弟姊妹，咱个行动影响着咱一贯道心正气。哦，所以咱未使即无礼甲节，未使即无啊。必须正直，啊、哦，咱必须要正直。贤良的人，风明善良，哦，咱必须正直。爱真正透过文来甲咱熏陶了后，哦，咱才有法通成就。但春秋以来呢，史官知书多半文学不宽，哦。伫迄个时阵，社会个大学春秋大学，所以史官知书哦，拢是文学有关，用文来伫暗示伊个行动啊，
门的不求顶面，不求实质，无求着即个实在的即个质啊，实在的即个用质的质。因而当时铅华油色之言为殊，因为安尼，迄个当时呢，称赞较早人华油色，讲你敢会晓装外表啊，都无真正在修行。哦，就是安尼讲，也嘛实际嘛安尼，我得到啦，哦，我爱叫哈，叫哈，较有礼貌的，记袂出来啦，咱来了解，真正记袂出来，所以孔子呢，古车少细说，只说法做一个比例，啊，比如孔子就细说的作法呢，的做法说法来做一个比例。因为古代文官都是文革一些，啊，做一个比例，互咱了解。因为古代文官都是严格一些，文革一些，礼仪化啊，礼仪啊，这礼仪内，礼内片，礼内片，礼仪化，礼内片就直接的礼仪里面来讲，啊，俗德即俗，俗德就用于文化。哦，做好工会啦，迄个人拢做咪得工个，哦，所以伊就足容易，人讲群结归了，叫足容易夸啊夸耀，无夸就是得分，哦，所以物得志的这个雅是相对，甲这个得志的雅是相对啊。文质彬彬，然后文主。无垢无不洁，正显示了孔子中庸的思想，袂使垢，袂使不洁啊。所以咱来偏执于中，不洁执于庸。中者天下之正德，庸者得天下之正理。中甲庸，中目标标准，永远安尼是拢不变，拢变。哦，安尼才是真正。哦，在修行学道一个人，文甲质一定爱有平衡。有迄个内表得到了，实际行到了后，来领悟了咱真正人生的正道。安尼，咱就勇敢无惧，唔通讲迄个假啦，唔通讲迄个假。所以为了要证明咱都是好的，是所以伫咱的行为当中，咱一定爱诚诚实实、正正的。我们真正一个文质彬彬，像一个儒中的孔子。孔子曾经颠颠之下，哦，你为君子如，吾为小人如。莫干那捌字捌足济，做你捌足济，无去做出来，就是成一个小人如的形象。来，咱个人读一挂第十七章。助万，助万，人之生也得。人之生也得，梦之生也行而变。梦之生也行而变。啊，咱人本来就是拢真正的。人啊，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啊，过不教，性难迁，教之道无以转。兄弟姊妹。这个三字经呢，嘛是足好个，足好个经典呐、啊。人之初，性本来就是纯善，啊、哦，所以个歹事，拢是来逆转着世间正义。所以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本来就是安尼。哦，人之生也得，本来就是得。可是，来这是气病物欲，把咱蒙蔽。然后妄心掠起，但是这妄心掠起来感悟呢？感悟感到安怎样？妄心掠起，伊嘛是得过啊。所以空心人来讲，天地灭，伊有咧啊。虽是妄心掠起，为前世人做了人，做足一功德来，哦，伊嘛有法度通过，但是。未来一定要受着这个疾病啊，受着这个或者这个哦，相关啊，就一定要你。所以，总之，孔子虽然尽一切言言，
得一见一见最后一点，孔子就是讲，咱来生世间一切缘家事，拢爱一见为一个最高一点，啊，唔通学不来，啊，是。孔子与老子讲，以正德之道为人处世。孔子与老子讲，以正德之道来做人，是咪在这世间变了变过？内不自欺，外不欺人。啊，内不欺，无欺骗咱的良心；也外无欺骗兄弟姊妹。所以，啊，啥一个就听你讲。念念可个天，事事可个人。念念可个天，就是内不自欺；事事可个人，就是外不欺人。所以讲话人是讲，你怎么甲别人讲呢？安尼呢，一群人啊，伊讲一句话，都有欺骗良心啊。安尼我会使知影，别人拢会使知影。所以咱。都会袂使自欺，欺咱的良心，欺咱真正迄个人啊！我袂使欺，我袂使欺骗人之外，正正当当、实实在在，咱做人一定要正正当当、实实在在。人类是群体生活，咱家己人不同生活，无不同。人类是群体生活，完全依赖大家能够。秉持正直的心意，正直的道义相处。哦，人在这世间是群体生活，所以咱爱完全依赖了大家，会当互相哦。你看看，个人做不烧香，个人业不烧香，啊来互相哦，来互相。所以正直的道义来相处，咱一定。爱用正确的道理来相处，才会当过得安宁，而无任何的灾难啊灾殃。所以呐，安尼呢，咱带进世间，咱带平安哦，咱带安宁，而且无任何的灾殃，无任何的灾殃，无害加害。如果大家以欺诈、虚伪相处，如果大家以欺诈甲虚伪相处，自欺搁欺人，那么社会一定会衰乱。哦，那么咱来自欺搁欺人，咱来以欺诈欺伪来相处，自欺欺人，咱社会一定衰落，甚至会混乱。国家必定必然灭亡，国家嘛一定会灭亡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咱现在咱伫咧学道先道中，咱。但一定要了看，啊，了甲想咧。个人如果临边有灾祸，只是幸免之意啊。所以咱若欺骗良心，自欺欺人啊。如果咱个人免有灾祸，只是侥幸啊，对啦。啊，人梦之生也幸之免啦。啊，这是啊，讲心生的啦。啊，《论语》呢？论语中，孔子圣人谈到德，物人相处。论语中，孔子上甲咱谈论着德的代志啊，甲物人相处，要以德来报怨，要以德。迄个人哦，叫咱作一个怨恨，安来用德来报怨，啊以德来报德，人对咱好，咱还对人好啊。啊，用人要积德从足哦。用人要去用正德来做，哦，啊，咱本身做正德，啊，那么遐，哦，遐有用的良心的人，大是有咱感动，处处往，才能使往正德，会一个效果。所以，咱爱心道亲，为咱来叫来求道了后，受到道理的感化，慢慢的，我过去拢做唔对啦，我还是安尼继续安尼做。安尼就是往下会当得，哈、哦！而且最可贵的是，无论在哦，地势的关系，都能一直都实现啊！最可贵就是安尼，哈、哦！咱
但无论伫地势个问题，社会安怎乱，拢袂要紧。但是咱一定要做好，啊，道甲发挥，将遐个姊妹拢救来，叫来求道，安尼呢，伊就唔敢做歹啊。所以孔子赞最赞个话，大夫疏于，哦，德在疏于，帮助到就是，帮助到就是。所以孔子赞了这个背国的疏于，的大夫的疏于啊，哦，伊呾个讲啊，德在疏于，哦。真正的的这个书，帮有德如是，帮无德如是。不论帮有德还帮无德，伊的行就是德。一支哪像钱呢？伊袂转弯抹角，兄弟姊妹，做人该听这世间就是转弯抹角。吼、哦，做歹要一门坎，坎到大家唔知影，哦，无有人唔知啊，等来了解。所以死就是。钱是最正直的，啊、哦！由此可见，所以是如何的正直，而孔子是如何赞赏伊的正直，啊、哦！孔子是如何赞赏啊这个所以正直，啊、哦！咱们了解，咱抓住，咱前言，上天安怎把咱骗去，咱就得到伊坚定，啊、哦！十八章，做完，做完。低级者不如好级者，低级者不如好级者，好级者不如落级者，好级者不如落级者。现在就是讲什么？讲圣人哦，圣人就是圣人，各行各业交代好，使予咱后代修道学好人有哦有道理来遵循。低级者不如好级者，哦，我有修道啦。大家讲哦，都袂歹哦，都足好哦，啊，无来做袂使哦，不如好一只，一好一只不如落一只，好诶，有一款赞赏啦，唔达到伊去认真去行，认真去做，可以当得到快乐，啊，哈尔是实之不容易，有形自观人来，啊，哈尔是实之不容易，有形自观人来不容易。人不低于过，过也不关注哦。修道是咱个人的代志，乐道是咱个人的代志哦。哦，咱来了解。所以呢，一种孔子宣言，求学之道必须遵循正直由浅入深。如低道，以厚道，以乐道，而且顺序正直，一层一层一层深。咱来因理颠倒，兼接受。啊，所以正要较早无少少，较早足济是拢颠倒未入色。所以孔子才来讲子路，有也易颠倒未失意识呀，咱来了解。可见咱即回计划用意会当颠倒兼入色，这是孔子啊，这是孔子靠世人正道修业的合理天数。这是孔子教咱世间人正道修业，一层一层一层入去，吼、哦，互咱登峰造极，一层一层入去，真合理个本事。低是不断，厚是努力，乐是修行，一层一层入去。啊，言低才言行，知低不言，便不足处。敢若知去行，无路用。知爱了去行，吼、哦。再不去行，明知某种道理之后，就要努力实践。啊，明白了某种道理之后，咱一定要实践。实践成功之后，才会有得到的乐处。啊，你实践了后，啊，你才会去讲，啊，得到的快乐到什么层面？自述自己，以道结成一体。一体，是咱本身进入这个道的真正的境地哦。咱啊，咱这个体来交道合作伙，咱这个体真个交假人做一个人啊，无你要用这个假来做咱的主人，安尼有达到目标无？安尼无达到目标，咱啊这个真个假成一体哦，咱自己甲道结成一体，这才是最好的境界。孔子
是凡所思应水乐在其中，发乎乐心，乐亦无忧。啊、哦，所以孔子就讲咧，伊在咧讲伊个经验，我咧听啊。哦，凡所思，吼应水乐在其中，对字有七个，有我自无分啊。哦，所以伊咧讲安尼，就是要我咧好啊。哦，我咧发乎真正乐心。乐意真正无忧，眼有主的单数，哦哦，伊单数飘逸在，含不解其乐。眼主空性在俄罗斯眼主啊，伊单数伊飘逸在的话，人不解其忧悔，也不解其乐啊。已经达到到人乐的这个境地啊，所以眼主主啊，已经达到最高境地，所以应该先福相。三十九讲，是一个福相的境界。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行合一，甲国父先生在讲的知难行变，啊、哦，王阳明先生给咱讲，爱知行合一，知影道的好，去甲研究，啊、哦，来行道，啊，道，啊，合调咱的地球是啊，阿弥带来快乐。哦，国父先生讲，你要知影困难，但是你做得简单。哦，咱一定爱听这先贤学者的这个道理，就是本乎儒家灵知灵行的传统，知行合说。哦，王阳明先生、国父，哦，因呢用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，哦。所以因会知会当做，而且传统的经验，知行的学说，知行的这个学说。孔子出言是在鼓励我们进步。孔子这句话，哦，伊在讲是在鼓励咱每一个人子们进步，鼓励咱向高深的境界探求啊。哦，鼓励咱对这个最高的境界达到至无至善这个境地。而且探究，兄弟姊妹，道若无修，无修绝对无得，哦，无得心安未啊，无得，无讲无得心安安得定道理。来这个世间，叫人走一撮过，叫人过去八月十五，叫人得过八月十五死，叫人死，风火烧，叫人烧，人烧无得，人烧无得。但是嘛，这是真正道理呢。你慢慢去甲体会，啊，大家咁讲，修道真正好。哦，未学以前，咱要懵懵懂懂；学会了后，咱了解真正目标，甲真正境地。哎，我伫只困伫咱在座的姊妹，好了来做，啊，透退这个自见，慢慢去甲学。这是从，到底跟咱金刚经哦。多好多非常多，迄个想哦，现在个苦心多，花少不，啊，所以这我讲，这个吃啊，啊，靠我来完成，啊，所以大家慢慢来做，哦，做靠有自信，咱若真正只靠未来，咱就多心听话，也好了，命来真艰，啊，那么就到我来讲到这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。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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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坤道一功，再功，三功，感谢讲师慈悲功，一己之家，相交五行观通的前道一功，再功，三功，持家前人一功，持家不前人一功，持家归点不是一功，坤道一功，再功，三功，持家前人一功。十架不得人之功，十架不得人之功，对人家有才啊！谢谢谢谢。
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，哦，好诶，哦，好好，哦，好，哦，好好，哦，好棒，好棒。